同时准备战斗。是。向左转。我去，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呀。你这样就没办法体现出我的价值。怎么样才能算体现你的自我价值啊？站起来大声呼喊啊。哎，这家伙不错，我们换换。嗯，不要，你的挺好。被接敌，演习啊，还是打仗啊？就是，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你有没有事啊？我很灵活的哦。
攻防兵力对比在2:1，根据综合战术的推演，防御一方获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改成5:1。5:1。执行命令。是。撤的这么快，肯定有诈，小心点啊！嗯。哎呀，我碰到你的鬼嘞！这打的也太猛了喽！我现在脑壳还是嗡的，我估计啊，这要是真打起仗来，也就这个样子了哦。什么真打仗、假打仗？真要打仗，我也开坦克去了。我就不明白了，像这种训练跟游戏有什么区别呀？还真投入进去了。梁山，你说什么呢？这是演习。演习就是对作战的预演。对呀，预演，那你也说是预演对吧？那关键死人了吗？这子弹是真的吗？这跟打真人 CS 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是坦克连的，不好好开坦克，到这打什么真人 CS 我就搞不懂了。那你给我喝口水。不给。梁山，我说两句啊，演习和游戏那是有本质上面的区别的。我们现在演习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防止万一在未来某一天某一刻现在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存在了而做准备。那就是说也很有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了。班长，想什么呢？咱们的任务是在这坚守3个小时，不是瞎聊天的。战损情况，报告班长，无战斗减员。注意隐蔽。这是什么训练？要是坦克再一炮轰过去，什么都解决了。那嘀咕什么呢？啊，班长，我是说，要是坦克再一炮轰过去，什么都解决了。没坦克，你不能打仗了。杨俊宇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这些坦克兵脱离坦克之后，仍然可以单兵作战。而且不输他们特种兵，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你们现在要珍惜，贴近这种真实战场的演习，把它当成真的。你还有什么问题？班长，这次演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演习的意义是什么？还用我说？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们坦克兵应该熟练地掌握坦克的各项技能，成为陆战之王的操控者。以后有你开坦克的时候，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什么是军人？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把任务完成。这是军人。
别瞎琢磨了。对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战争。来人！来人了！现在没事了，把枪换过来。我才不要呢！我之前基础训练就练它了。就是小看我，我怎么小看你了？你这人就是喜欢仰慕别人的新装备。行了，不换就不换。看战绩，你也没比我好多少。你跟我比，有本事你跟你们牛班长比。增加进攻防火力，让他们感受一下装甲部队的威力。装甲部队？瞎子拉二胡，滋不滋？现在攻防比已经超过5:1了，再这么下去，他们肯定输的。谁告诉你战争一定会赢啊？3个小时应该快到了吧？是啊，这样就结束了，感觉有点太轻松了。那也不能放松警惕。你看，敌坦克。去。让我们对抗坦克，杨俊宇真是用心良苦啊！让装甲兵打坦克，我碰着你的鬼哟！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杨俊宇这什么意思啊？让我们装甲兵攻击坦克？哎，自己啊！我现在两个人目标太大了，你再去找一个电影闭起来，我一直接。行，那我走了，你小心点。你够狠啊！派坦克来打我们，还不给我们重火力？他是想虐死我们啊！来，把爆破装置给我拿过来。班长，掩护我。班长，太危险了！班长，你别忘了，牺牲了就淘汰了。不然呢？淘汰你们！掩护！Thank you.
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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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哪是演习，这不来真的吗？班长，班长！哎呀，班长！让你晃死了！啊！来，给我。啊？哦。嗯？干什么？班长，让我上吧。别扯淡了，你掩护我。哎呀，班长，你说的对，这就是战争。啊！哎呀！班长，你干什么？你掩护我，我去。哎呀，班长，你就让我当一回英雄吧。呀，你，哎，掩护他。坦克已被摧毁，这倒是个意外啊！演习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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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算通过了吗？嗯，基础科目算是通过了吧。开始兵种专业科目的训练。是。完成了任务，我为我们班争得了荣誉。我感觉我很高大，我很威武，我是一个战士。班长，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我在引爆炸弹的那一刻，我想到了董存瑞，我看到了黄继光、邱少云，但我是梁山，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兵梁山。我虽然牺牲了，但我牺牲的很有意义。我曾烈死了。好样的！这也正是杨俊宇的目的，想让大家感受真实的战场。还好吗？我很好。你爽吗？我好爽啊！来吧，咱们为了烈士梁山敬礼。我憋不住了，我要说。虽然我知道在背后讲教官的坏话是不对的啊，但是如果我说如果啊，有人说杨俊宇是个变态，我绝对举双手双脚赞成。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嗯，我赞同啊。秦先秀已经变态成这个样子了，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后天他还会出什么招，还能变态成什么样？哼，总不能让我们背着坦克跑吧？哼，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他会想出什么出其不意的办法来折磨我们？哎呦，今天梁山被淘汰了，不知道明天我们哪个又被淘汰了。哎，但是梁山今天蛮帅的了啊！我头一回感觉梁山像个男子汉一样啊，抱起就往前面冲啊！要是换我，我可能要想一下。哎，班长，你在干什么？班长，你在看作训手册啊？这你不都倒背如流了吗？那正着背费劲啊！哎呀，杨靖宇现在搞这个演习是有点邪乎。我现在对你们，啊，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你怎么来了？怎么样，你们女兵现在什么情况？走了三分之一了。女兵的淘汰率还是蛮高的。哪有，女兵淘汰率才不高呢，你们男兵那个才是呢。淘汰的那些人现在怎么样？有闹情绪的呀，有想爸妈的，还有骂杨俊宇的。那你呢？我挺好的呀，我没有哭鼻子，也没有闹情绪，特别好。你脚伤怎么样了？啊，不过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医生说了，只要按时上药就不会有问题。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没有很大问题，那就是挺严重的。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觉得你其实可以退出的。
为什么呀？今天城市实战考核，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我挺有感触的。我觉得这一次特别强调实战化的概念。而且你没听杨俊宇也说了吗？从明天开始，各兵种的专项作训难度都会在提升，我怕你受不住。谢谢你的关心啊，但是我不会主动离开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白了啊，我觉得你们女兵根本就不适合留在这里，况且你现在还有脚伤。是，我知道你心气高，但是你要面对现实，不要一味蛮干。你觉得你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呀？我为你好。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我觉得杨俊宇说的是对的，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不可能给一个畏缩的退战者机会，也不会给他颁发任何的奖牌，更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战争情况下的通讯兵需要应付很多的问题，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相对于简单的背诵和专业技术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导调中心根据新世纪几次大规模信息化条件的作战情况，拟定出针对于通讯兵的专业计划。你们现在要面临的是一次全新的作战计划，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通讯任务。规则：每人一名教官，选八分房间进行，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大点声。听明白了。这是要组装电台。是的，我们之前在通讯连也学习过电台的组装跟维修，但是没有精细到这种程度，真是连芯片都拆解开了。现在不就是要让你体验吗？黄小萌，你现在的任务是组装一部通讯电台，为了模拟持续连续四小时的作战环境，在未来四小时之内，你将不间断地执行任务。至于必要的休息，请你自行解决。是。根据作战任务，首先要找到坦克的位置，然后等待下一步指令。我要提醒你们，谨防追兵，只要被俘就意味着任务失败。他们要干什么？肯定没憋着好屁。告诉追击部队，进入三号地区，一定要把他们这三个人给我找到，尤其是这小子。是。
黄耀萌，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现在计时开始。张队，一切都在按照您的预测进行。别拍马屁了，准备第二步计划。是。注意警戒。终于又见到老伙计了。警察正能量，检查车辆。是。班长，安全。不见如隔三秋啊！好久不见了，老伙计。检查车辆情况，准备执行下一项作训任务。965车收到，请回答。965收到，请讲。命令你车前往预定地点，完成定点清除任务。收到，方向两两，全速前进。杨队，准备完毕。情况，油料表显示剩余里程不足4公里，我们全车没有携带备用油箱，这些燃油不足以支撑我们到达集结地点。原来杨靖宇在这里等着我们呢。班长，我现在减油，低速低档。可以。躲开路障。给油，不能不换挡不加速，这样更费油，退挡要迅速。是，班长，前面发现一个加油站，不能进去，这时候谁都信不过。杨队，他们没上钩啊！哼，他们会上钩的。大雷，前方岔口，左路前进。是。给油，麦克斯488在点对点通讯中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在点对多点通讯中无法正常通讯？迅速回答，手别停。麦克斯88没有成功能发送，
势能控制，因而其输出无法处于高阻态。当多个输出被连接在一起时，差分输出信号就会被多个发送器给驱动，所以无法进行点对点通信。一分钟是论述军用无线通讯的抗干扰要求。无线通信采用了纠错编码、交织、大功率等措施，并发展了跳频、直接序列、扩频。班长，油表显示不到一公里的续航里程，好险啊！前方建筑物就是我们的攻击目标，火炮准备，顺发榴弹，准备完毕。标尺向右，动三动。标尺减二，900。导弹攻击，实施干扰。机动规避，二八，倒车全速。被精确锁定了，周围没有引导，怎么可能被锁定？你车已被导弹命中，战损率60%，主炮受损，无法再使用。驾驶员受伤，失去了部分作战能力。你们的任务目标尚未清楚，离完成任务还有30分钟。收到。你们可以选择放弃任务，代价是什么？班长，现在火炮受损，任务怎么完成？班长，燃油已耗尽，车辆无法移动。要实现综合抗干扰，就必须要占用一定的通讯资源，最依赖整体的通讯资源。资源带宽资源已确定的条件下，就会压缩实际业务的可用的带宽资源。遭遇敌人全频段阻塞，无法有效实施通讯时，你该怎么办？迅速回答。一旦通讯受损，我们就要依靠人力去传递公文和情报，必要的时候还要徒步。我有一种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班长你说吧，只要有办法我们就干。我们除了火炮之外，还有一挺高射机枪，目前的情况，我们距离目标超过了高射机枪的有效射程，只要我们将车开到有效射程内。现在弹药技术不少，我有把握干掉他们。班长，刚才的机动规避，我们没有油了。我们刚才是路过一个加油站吧？去看看。不行，我总觉得那个加油站是个陷阱，怎么会那么巧就出现在我们过的路上？就算它是真的加油站，油量也有限，一定都被他们计算好了的，所以还得去试试。大雷，按照规则你负伤了，所以班长，我留守965，拿上油桶和武器，走。是。
差不多就行了。支撑在大地的胸膛，追逐着黎明的目光，一路跌撞，一路成长，不做命运的败将。支撑在梦想的战场，追逐着生命的曙光。路有风霜，心似骄阳，敢向命运露锋芒。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指引信念的光。天高地广，来去堂堂，不屈不挠不狂。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温暖心灵的光。只因无悔，不惧无常，我痴我笑我狂。给世界一点光，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指引信念的光。天高地广，来去堂堂，不屈不挠不狂。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温暖心灵的光。只因无悔，不惧无常，我是我笑